在这个暑假，观光局和石鼓集乐团合作，在桥头糖厂推出夜间表演活动，希望借由精彩表演增加夜间观光效应，带动商机。石鼓集乐团表演震撼开场，纯手鼓技加上丰富肢体表情，让人看得目不转睛。观光局与享誉国际的石鼓集乐团合作，以精彩的夜间表演活动为主轴，搭配桥头糖厂周遭景点，为高雄夜间观光带动新浪潮。大家知道石鼓剧团不仅是他的这个表演非常的优秀，得到这个世界的肯定，特别是格莱美奖给他一个非常赞誉的一个这个评价。所以我想透过这个石鼓剧团这个优秀的演出，把我们高雄的夜晚照亮了，能够更加的这个精彩。从7月12号开始到9月14号，每个礼拜五、礼拜六晚间，在桥头糖厂都可以现场欣赏到乐团的表演，让游客到高雄观光能亲身感受到世界级打击乐团带来的精湛演出。那我想，我们很多的这个观光活动就需要整合更多的资源，包括说这个艺文表演，包括这个捷运，包括观光客，以及这一些游览公司，做这样一个配合之后呢，能够把高雄的夜间的 night show 能够推展出来。配合暑假人潮，市府推出一连串活动，可以说是上天下地包山包海，抢攻度假商机。港都新闻洪富仁采访报道。